Buwis ka ka. Feel, feel.没意思，下班了，早点下班吧，现在家人们。好认真啊，妮子哥，妮子哥，别叫，就叫，别叫，就叫，别叫，就叫。你怎么这么能叫？哎，你能叫，我能叫，到底是谁能叫？你能叫，我不能叫。别人的直播间是你的直播间。全部人直播间都是我的直播间，对，所以你能叫。就代表我是你爸。是你爷爷。嗯。你到底唱不唱？我唱歌你的。刚刚没开直播，你不嗷嗷叫吗？你不嗷嗷叫吗？你不说要唱歌吗？你不嗷嗷叫吗？现在开了就不行了。现在开了也不行了。我给你放伴奏是吧？你就拿你那个手机放伴奏就行了。你给我点歌，我唱啊。我给你点歌啊，来一首《流浪浪流连》。流连我不会唱。那你会唱什么？童话，他最喜欢童话了。哎，童话可以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找一首童话。别在干那个童话。那你要听什么？那要什么吗？就童话吧。对，君君最爱听童话。来，这有歌词来。你来，你接着。你唱，快唱一句。你先。这里我不会唱，我都会唱后面。唱哪？你先唱吧。好、啊，我愿变成那里是吧？不会唱。这个，快！唱啊！太尬了。唱啊！唱！你失声了吗？尬了，这个。哎，你不能这样消费人家粉丝呀！消费人家粉丝吗？人家都准备好听你唱，你又不唱，干嘛？失忆，飘向北方。你要听哪个？你这歌放挺好啊。歌词呢？你会唱《飘向北方》？我会唱。快唱完要走了，快！还没味道，别，别戳我！走了，比赛开了，上飞机了。那个平凡之路呀！别扯鞋，哎呀，我真的，每次来都，哎，上一周拿周冠你还记得吗？你就扯了我的鞋带。这周如果能拿的话，我鞋都送你，可以吧？对，快走！徘徊着在。要走了啊！你要走了。